你慢点，慢点，快把鞋穿上。怎么了？家里进贼了？我们已经见到报警业主了。你别害怕，那人长什么样？你是不是住在这个单元？哪一户？幺零零二，我今天出门有事，刚一回家，一开门就发现里面有人。要不咱俩先报警吧？报什么警啊？警察来人早跑了。 你看见没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了？那他现在还在里面堵着呢。我刚开锁，我发现里面有人，我就走了。你和这人撞上没有？啊！哎呀，赶紧，快快快，好走。 刚才电话突然断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手机没信号了。高层就是这个样子，信号总是时乱时虚的。这儿没有。啊！这屋也没有。 谁的？你家？高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有电话打进来，我先接一下电话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回过来。
大妹子，你是不是看走眼了呀？不可能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锁过门的，我刚才回来门是没有锁的。门是开着的呀。不是，他锁了，但是他只是带着了。我出门的时候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是锁了两道的。我刚才进单元门之前呀，特意看了一下，整个防火梯所有的声控灯都是灭着的，刚才根本没有人走楼梯下来，电梯只有一部停在一楼，还是你自己坐下来的。就算是真有人来过呀，那也应该早就离开了，根本就不可能是刚才离开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再看看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丢了，再看看。要不去看看吧。对。开进去啊！可能看错了，估计是。没丢什么东西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早点休息吧，啊，把门锁好。我们赶紧回去调一下监控。你看这事儿，咱们要不要先报警？不用了。你把门从里边反锁上，啊，钥匙别拔下来插门上，这样的话从外面呢就打不开锁了。报不报警，咱们明天看完监控再说。嗯。早点休息吧。谢谢你们。不用。不好意思啊，高君，刚刚物业找我有点事儿。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今天就是从北陵给你捎点土特产，想着顺道给你送过去。结果没想到客户临时有事儿把我叫走了，挺着急的，也没时间跟你说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东西还在我车上，明天找时间我再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东西你留着吧，或者是送给客户。不用客气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好吧。
真的是我记错了吗？我到了。对，好。现在锦上的情况已经是危机重重，内外交困了，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这个时候只要有一点动作，就会掀起风浪。如果再出现一个徐幼宁，那就真的不好办了。啊，还有，锦上已经陷入危机，再这么待下去，只会越陷越深吧。想走啊，没那么容易。首先要看老板放不放你走，就算老板放你走，也得想办法把钱弄出去，否则就算人出去了，没钱照样混不下去。明白，钱的事情我会尽量抓紧时间，但是老板那边我会想办法沟通。有一点你记住，锦上的事情千万不能连累老板。我已经暗中派了一组人接近阮真真，徐幽宁的事儿早晚会弄清楚的。明白了。下班等我来接你啊，零食都给你放包里了，饿了就垫着点儿。那个银行来信息说咱那理财回来了，你这两天抽空去看看，选个合适的再买进去。
期限要灵活一点的。啊，好。马上就要到用钱的时候了，生孩子不说，那房子拆迁也得添不少钱，至少也要换个三居室，给孩子留出一间。好，去吧。还有啊，啊，你再给孩子打听打听存脐带血的事儿，看看是怎么个存法，费用大概是多少。有这必要吗？你说呢？哦，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，这钱不能省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房子，房子事儿得先放一放了。啊，最近房价不太稳当，人家都说要再观望观望的。行，行，都挺好的。小玉说了，等孩子一生下来，还得请娘俩过来帮帮忙，带带孩子。行。那先这样啊，妈，挂了。这不是公司的责任，跟咱们有他妈什么关系？对，哥，这就是公司的责任。哎，这次咱俩速战速决，别管哪个轮，只要刺，扎个洞就行。明白？放心吧，哥。漏气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带几个钉子？带老这一把，扎出朵花都没问题。你还想扎个小红花出来是不是？坏了，快点！哥，哥，你过来看看。这拿刀划的，这么专业吗？哥，这不对呀、啊！昨天晚上这车九点才回来，他什么时候划的？这是？对啊，谁啊？这戳个窟窿还这么敬业吗？
车，我还没放完。阮真真，你这是压着截止日期来交答辩状，心够大的呀。正好，我给你捎的东西在我车上。真的不用了，高军。你车停哪儿了？我今天没开车。那正好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高军，太麻烦了。还因为墓地的事情记恨我，还觉得是我故意报复你，是吗？没有。那是因为情书的事儿，心里别扭。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这个态度？虽然说我们交情不深，但至少是校友，用不着这么客气吧。太过客气不是礼貌，是见外，会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懂吗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其实不是我买的，临走的时候客户非要塞给我，我留着也没用，就给你捎过来了。谢谢。我给你送上去吧，挺沉的。你想干什么？高俊。阮真真，别出现危险。怎么样，九哥，还顺利吗？这回算是做大了。啊，我就说让你去吧，你说你怂得连个腿都迈不开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反应肯定没你们年轻人快呀。这回好了，万劫不保了，说不定让他给认出来。不会的，九哥，在他老家你不是离他挺远的吗？哎，快快快快走快走。干嘛？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医院等着去。要不你出去等。不用。回去以后呢，把消炎药给吃上，伤口千万不能碰水，不能喝酒，要清淡饮食，
辛辣刺激都不要吃，多注意休息，好吧？谢谢。谢谢大夫。啊，没事。我腿没事儿。喂，陆总，什么事儿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再见。我去个洗手间，你先去车上等我吧。查什么呢？走吧。下次一个人在车里的时候，记得把车门锁着。你帮我查一下，现在报警是打110还是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啊？现在嫌疑人已经逃了，打110没用，要报案得去派出所。不过那人是从消防梯逃走的，连个监控都查不到，报案没什么意义。这人就是在老家跟踪我的人。你见过他？两次。一次是从学校回来，他在后面跟踪我。第二次是从墓地里回来，他刚从我奶奶家的老房子里出来，在胡同里我们撞了个正着。还有这事儿？这次他不但又来了，还把你刺伤了。就是刺破点皮肉，顶多算个轻微伤。你要知道他是谁，警察还好管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他们哪有功夫管你这案子？派出所不是你家开的？他已经跟踪过我两次了，警察不会不管的。你确定这人就是在老家跟踪你的人吗？你看清楚了吗？今天我只是晃了一眼，感觉身形很像。我倒觉得这人不是在老家跟踪你的人。为什么？那样胆子也太大了，三番两次上门，他想干什么？报案的事情早一些晚一些都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先解决一项比较重要的事情。你肚子不饿吗？看看时间都几点了，我这胃有点小毛病，经不起饿，这会儿
都开始疼了。真是对不起，我忘记你胃不好了。你想吃点什么？现在胃里不舒服，就想喝点白米粥。要不去你那儿吧，什么都不加，什么都不放，就是白米粥。这些放对面。啊，好的。交易部那边应该还缺资料。交易部那边还缺资料啊？抱歉，我马上去催一下。不在家，干什么去了？他没说。你就不会等等再看看？我说了要等他，可他不让。你是猪啊，脑子就不会活络点儿。上回带着彭武去办公室，就是别有目的，懂吗？故意把你支走，就是想找东西。你必须给我弄清楚他到底在找什么。明白。谁的？哦，办公室座机，估计是有人找我。打回去。喂，喂，啊。我就在公司呢。行，那你等我一下，马上过来。邱总，调查组要调一些资料，让我赶紧送过去。他们都要什么？他们要调阅的资料。我打印了一份，您给我摸。我在啊，我一直都在公司呢。您说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您那儿当面汇报啊。哎，你马上按照清单把材料给检查组拿过去吧。好，来，阮真真那边多跑着点儿，哎，一定盯紧了。您放心。抱歉啊，让你等这么久。是我该说抱歉，还麻烦你亲自下厨。不麻烦，煮个粥又不麻烦。配点榨菜吗？来点吧。你的呢？没事，你先吃着，我在玉城。
想说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事儿，我还是得报警。为什么？我感觉我被人盯上了。昨天晚上进我家的人和今天的人，应该是一伙人。昨天晚上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进了人，但等着我带着保安赶回来的时候，却没有发现有人，也没有发现丢了什么东西。你确定你家里进人了？你看见他了？倒是没有看见，但我能感觉到，而且门没有锁。还有，我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绝对是锁过门的，而且我把门上了两道锁。可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门只是被带上了，没有锁，所以一定有人进来了。我当时回家的时候，那个人一定还在屋里。还在屋里？是的，还在屋里。屋里好像有光，很淡，不是灯光，也不是从窗外射进来的光，而是另一种光源，比如手电筒。你确定家里什么都没有丢？目前没有发现。你说你逃走之前把门锁上了，那你带着保安回来的时候呢？门也是锁着的。是锁着的，钥匙还在门上呢。要么是你记错了，早上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锁门。要么那个被你锁在屋里的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小偷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当时我带保安回来的时候，门又被重新锁上了。如果是普通小偷，就算被我锁在家里，惊慌之下想的也是怎么开门赶紧逃掉，而不会浪费时间又重新回来把门锁上。没错。那他到底是怎么逃走的呢？没有走电梯，也没有走消防通道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消防通道的声控灯都是暗的，根本没有人走过那里啊。那只能我们模拟一下昨天晚上的场景了。怎么模拟？旧场景，你编织的剧情又重演。
摔碎了，遥不可及的憧憬。脑海中转不停，为你放弃了所谓公平，